四轮他是因为运动表现超级强的健身王，我很少看过有人三项 total 破650，在球场上还能有这么强大表现的人，不管是他的敏捷、他的灵活、他的协调以及他的爆发力，四轮他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版的超级赛亚人。今天要来挑战负重引体向上，那今天我们体重大概都在73公斤左右，非常公平。那我要以体能怪物的方式来挑战它，看今天鹿死谁手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我们欢迎体能怪物现代版的超级赛亚人黄世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世伦。今天，你们怎么不约而同？真的不约而同，我们真的没有约好嘞。然后就穿一样的来，没错，还是我们俩脱掉，脱掉吗？脱掉，现在的状态还可以，干吗？今天蛮干，那么干，那么干，可以啊，这个我先看一下，我先看，输了，因为之前看到四轮，他在他的 IG PO 有 PO 出他负重50公斤左右，然后做负重引体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问他说，你也有在练负重引体？然后你神经连接这么强，不如我们来拍一个 PK 负重引体的项目，来看看自己的 PR 在哪里。其实今天就是有两个我很期待的，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能不能破我的 PR， 第二个就是看一下四轮能不能破他的 PR。有挑战者的情况下，会比较想要去突破。对，而且观众那么多，对，有点紧张。可以，那我们从热身开始。热身开始，好， okay. 先热身一下。好，脱掉。比较轻啊！最近，来看一下这个腹肌怪物。哇，这个侧腹，哇，这个肌丝，哇塞，鬼背，就是一个很常练背的人。有累感哎，很累了吗？累感。等一下，20公斤吗？你要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后面随便喊。那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就从20公斤开始，我们就只拉一下，就也拉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来测自己最大值，所以中间不能太耗。没错 ，OK。好，第一个就20公斤开始。那这样子暖身结束，挑战正式开始。Yeah。那我们第一个要挑战20公斤，20公斤的杠片来了。那等一下我们的规则就是必须先下来，对，下来手一打直，你才能一打，我们才能启动去拉，对，然后下巴过杠 ，OK， 这样这样就是标准的下。好，来来了，有点暧昧，这个动作，有点暧昧，去，有画面转来了，看不知道在干嘛，好，准备了，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 ，OK， 来。完全放直，起，好，起，可以了 ，OK， 好，非常标准，非常标准，好，换人，我太猛啦，刚拉那个两下也是算一下，对，知道吗？来，我当暖身，没有，他帅是一辈子的，好，来互相一下，互相扶持，互相鼓舞一下，等一下他会成功。都帮我们做，对，我也帮你做。OK 喽，20公斤。哎，有 ，OK， 我可以很舒服。其实我们第一点弄好再踩下去。其实好是这样，这样。但是等一下六十
十六十的话会很难，就是很上。想用点对帮对方扶一下，对对帮对方扶一下，第一点扶一下扶一下，好主意。那我们下一个重量四十公斤吗？四公斤，你要直接四公斤啊？对啊，好像可以哦。对啊，那我们就直接四十公斤好，直接四十公斤，不休息了，直接来。其实这对一般人来讲，好像就有一点重。其实一般人二十斤就很重，因为如果你们有在健身房有机会拿过二十公斤的杠片的话，就很重。看有没有先来测过一下，把这个测试。这样 OK 啊，刚比刚好，比刚顺多了。刺吗？很刺吗？刺，太刺了，刺很尖的。好来哦。好。刚刚偷看一下盖伊的握距，把无名指摸出来这边。哦，我是差不多这样。OK， 来，来喽。来吧。打直啊，哦，直。哦，哇，轻松啊！哎，轻松吗？是人，还算轻松，还算轻松。然后我看起来的头已经爆血管，哎，这是真的蛮重的。来看一下今天的状态怎么样？八四十差不多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轻，哦，轻，确实超快。哦，下来的时候有点被拖着走。是因为今天的启动方式跟我有点不一样。对，我平时是这样，那我们是从高点再下去，对吧？就是之后讲，就是强迫你先手伸直，手伸直，再上去，所以等于多做了一点点的底薪。对，等下五十吗？对啊，看你啊，五十好了。哦，你要还是五十啊？目前我们再加十公斤的杠片 ，OK， 来到五十公斤，五十一点五。因为这个本身铁链它是很重要的，对，它大概一点五公斤。每次弄这个啊 ，IG 上面的人都说在练，练九九神功，对对对，练帝王功，没错。高帝王功他们是掉在哪？掉冰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会掉海绵还是掉蛋蛋？五十公斤。这一拉就差不多知道今天，就差不多知道了在哪里了。五十一点五相当于成年女性的体重了。对，就是可以拉你而已哦。哇塞！哎，心跳超快的。稍等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加油！他可以啊，他超级帅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有 ，OK， 过了，好，哇。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哎，蛮厉害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差不多五十五到六十，来了，五十公斤，五十一点五，掉幅就很喘的。哎，三上面是心跳很快。对，我从你来看到你，我心跳就开始快。哦哦，哇塞！65以上，65以上。哇塞！不想面对65公斤，就这边有就可以了吧？碰到就可以了，碰下巴碰到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我觉得第一下下来很重，你可以先帮我扶。没问题，我帮你扶这个。我们来喽，有机会有机会，连接强一点。而且，哦，破皮啊！破皮啊！下巴碰它，对，可以。来 go， OK。哇！喂，喂，喂的。我觉得你先下来，先下来。你应该是上不去，但是你重心一开始启动那段太慢。哦，就是你，我下面就要快，对，我变成慢拉，慢拉我也上不去。我等下再。好，我启动那段，我一定要很有爆发力，有没有力上上去带前段？对，我才上得去。哇，你六十公斤慢拉，那是技巧的问题。但我觉得已经算是我蛮接近，很接近。我刚刚看大概差了三公分，三公分，等下再一次。就是你如果启动快的话，你下巴就带爆发力上。暴力战吗？一定要，一定要。哦，努力。哦。
60公斤。好，来喽，四轮，来 ，Let's go。哦，轻松啊，哇塞，70公斤的料，太猛了吧！70公斤啊，文大说没有很轻松，幽默都看起来轻松，就是前面那段有快，后面就有机会上去。那我等一下再吃哦。当然，不能用肌力去做，对，一定要快，一定要快，对，而且你一定要觉得上去。想要来破四轮的 PR， 61.5，来，也是，我是负重，拉也是，我靠，没有这么重，不行，我觉得它好轻，50而已，45而已，盖伊刚有一个诀窍，就是第一点要快，对，要非常慢了就没了，对，一定要非常大的快，好，加速，可以。1 2 放啊！快点回！啊！快点回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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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二动哎！二动！因为我以为你要失败了。这种接力型的，就是连接比较强。我靠！他刚中间那段差10公分，然后想说。啊，不太妙啊，因为这个情况我看过，我自己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停住了，我自己知道我停住的话一定上不去。对，他直接硬是把自己顶上去，直接硬干的。虽然是输盖伊，但是我觉得已经破 PR， 有破 PR 了不起。对，而且下来的那段手是打直的，对，就上去。OK， 换盖伊了，盖伊70公斤吗？恭喜！盖伊，你觉得75？这75吗？哇！对，哇塞，真的、哦！来，加铁链。我们摄影师说要赶进度啊，不要再偷偷摸摸了，直接加15公斤。可以吧？来，5、4、6、7，6.5，好。来了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抓好了，抓好了，有点痛。来，我瞧一下。你看这个报告。好好，来了，76.5。好，盖伊高。可以。顶起来。我。修一下，修一下。该现在是重量是多少呢？现在重量跟刚刚一样，就是76.5公斤。好，你要破你的 PR。现在连袜子都已经脱掉了。现在我这是一个救难人员，我现在掉了4轮。你现在在8轮级救人。万一不成功变成人啊，没起来的话，我就一起下去了。来。哇，这看起来超重的，我也是重的。我直接来了，废话。还是会想要继续练，慢慢的朝自身体重迈进。
虽然今天在影片里面我其实六点五没有拉起来，对，但其实 IG 那个影片我是有碰到杠，对，真的、哦，对，让你看一下，鉴定一下这个，哇塞，其实真的有，他没有吓人，难怪你今天敢试，因为练这个东西破 PR 的东西就是蛮看当天的感觉，对，你不是说你练习的时候有拉得到，但是你比赛的现场就做得到，对，蛮看当天的感觉，对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那如果想认识四轮多一点的话呢，他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也有他经营他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， 大家可以再去 follow 一下。那我是教练盖伊黄四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。